好，各位，这个是本士忆再加上葡萄糖哈，这已经是蓝蓝的，啊，只有加一点点，大概两三滴。那这是一杯热水哈，我就把它放进去。好，那这样大概十秒钟左右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橘色了哈。所以啊，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实在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，然后你也不用搞那么多本士忆，因为它其实像少量的就会变色了哈。